这个故事发生在基隆中正区忠孝国小。有一个孩子名叫大明，他爱吃零食又不爱刷牙。水嘞。哇，好好喝哦！哎呦，你都不刷牙，喝起来不刷牙，小心会蛀牙。不可能，我可是大班牙，从小没有刷过几次牙，牙齿还不是好。一个晚上，大明在睡梦中突然。突然，原来是蛀牙菌占领大明的牙齿。大家好，我是蛀牙菌，我终于占领大明的牙齿。今天大明只能乖乖去牙医诊所报道。在医生的治疗下，蛀牙菌感到很痛苦。这时，牙仙出现了。牙刷刷牙时不要太用力，上下排内外的牙齿都要刷到，且持续2到3分钟。好，时间好了。谢谢医生，我的牙齿已经不痛了，我保证以后吃完东西会漱口或刷牙。忠孝国小的学生午餐后乖乖刷牙，刷牙要轻柔，时间要2到3分钟。刷完牙，清洗牙刷，且要定期更换牙刷哦。忠孝国小陪你打赢牙齿战争。